你看看伊能静的豪宅，家里放满古董瓷器，宛如一个小型博物馆。伊能静这个名字想必很多人都知道，也比较熟悉。以前他演过很多精彩的电视剧，塑造过很多精彩的角色，同时他的主持功力也是很强的，主持的多个节目都收视率很好。最近他参加了妈妈是超人这个综艺节目，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，让人有些好奇，在他消失的这段时间里，到底伊能静或者怎样的生活，家中的装修是怎样的。整体的装修比较豪华，整体是一个简欧的装修风格，搭配上一些欧式风格的家具，让整个空间变得非常的简约大气。整个家中使用了一个灰色系的壁纸，搭配上白色的柜子，让整体风格变得非常协调。在家中各个角落中都使用了插花进行装饰，让整个空间变得非常有艺术气息。在家中用家人的照片经营摆设，还用了金色的相框进行装饰，这样会让整个空间变得非常有档次。这样的装饰让整个空间变得非常有家庭氛围，在一些地方还用了糖果和插花进行装饰，这样让整个空间变得非常有童趣。餐厅中摆放了很多收藏品，装修就和博物馆一样，运用了很多碗盘的收纳设计，让整个空间变得很整齐。每个盘子从细节上来看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精致，仅仅是这个装饰品让人感觉到整个家里非常的气派。古典的设计让整个空间给人一种19世纪的感觉。玄关使用了大理石当作背景墙设计，而且在上面使用了一些挂画进行装饰。在家中有信号照片墙，上面贴着各个时期孩子成长的照片，还有夫妇两个人的照片，合照和个人照都有。